你的确该死，不过死对于你来说未免太容易了些。那命不是所有计划的关键，命不一日不归，你连死的资格都没有。属下必夺回命不，将功赎罪。你可搞清楚，大脑海市的神秘男子是谁？三界法力高强者，无论是谁，属下都认得。可他法力深不可测，属下也。